么凶？我想起来了，咱们还有个窝头没吃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，哎呀，我给忘了，看吃这个行吗？吃这个行不行？啊，可以吃这个啊，好，来给你这个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给忘了，我给忘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没事啊啊，没事没事啊，我就是忘了，就是忘了，没事啊，给你啊，都不能少你的啊。还是小宝宝，哎呀，虎宝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帅呀？哎呀，是，哎呀，哎呀，奶塞，哎呀，耳朵，哎呀，耳朵又掉了，再不露。哎呀，哎呀，虎宝，哎，虎宝宝，给大家拜个年吧。你说祝大家过年好。啊，过年好啊，希望大家都发财。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哇，过年啦，给大家拜个年吧，祝大家过年好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心想事成，好不好呀？啊，好的。金虎，你脚在干嘛呢？你怎么还把那个竹子用脚怼在墙上呢？你那么有才，碰我肩膀啊、哦！我最讨厌人家碰我肩膀，不要碰我肩膀，碰我肩膀叫警察来！我真的很讨厌人家碰我肩膀，你这样碰下去，你就抵得到我的行程了呀！锦湖，啊，嗯，嗨，锦湖。哦，金虎，你不喜欢我了吗？你怎么走了？我是冲动熊啊，金虎，为啥不理我了呢？金虎，啊，金虎，是因为过年我没给你买新衣服穿吗？哎，哎呀，那我给你买一件还不行吗？你别不理我。哇，你耳朵在干嘛呢？我知道我红了，你们可以照相，但不能抱我，也不能摸我，我咬人可疼可疼了啊！飞鱼，你这躺的挺，挺瘦啊！你看我们这个大饭桌。啊，你这肚皮饭桌不错呀，虎宝，咱们吃午饭啦，开心吗？嗯，吃午饭了啊，摸一下，虎宝，你喜欢小卖店吗？啊，喜不喜欢小卖店？嗯，那你什么时候把小卖店的账给结一下呗？啊？行不行呀？啊，你最近这个金虎宝宝，你说最近的胡萝卜怎么这么大个呀？是不是都成精了？啊，
但是咱们只能吃小的啊，咱们只能吃这么多，不能多吃，知道没？什么都知道，我们是个小熊精。哎呀，你这糟的！金虎宝宝，你在等我吗？在等我呀，在等我喂你吃好吃的吗？金虎宝宝，金虎宝宝。你不觉得我可爱到爆吗？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。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你在干嘛呢？都是你的啊。虎宝，下班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懒噻？你要加班啊？回家有好吃的，回不回家？不回家啊？那你自己在外面睡觉啊？好，那你睡吧。那我把你的好吃的都给飞云吃了啊。好，行，给飞云可以。好，你睡吧。小眼迷瞪的。走吧，回家睡吧。就在这儿睡啊？好，在这儿睡吧。干活干的。对，可厉害了。这都是你干的，对，好的。哎呀，来，给宝宝。耳朵呢？耳朵是不是又不见了？来，给个大的啊。金虎，过年的红包是不是要买好吃的？对不对？要买大竹笋，对不对？要买大苹果，对不对？还要买胡萝卜，对不对？都买好吃的啊！金虎，你过年收没收压岁钱呀？有压岁钱吗？收到红包了吗？你红包留着干嘛呀？把竹叶都坐在屁股底下了，你晚上还能吃吗？是不是不能吃了？金虎，你看我这有竹子。对，坐着吃啊，吃你的。你这手放下吧，别放在这儿了啊，拿下来吧。别放在这儿了，放在这儿干嘛呀？别放在这儿了。
你温柔点啊，咱们是个温柔的男子好吗？